已经慢慢的了，眼睛冻白了啊！哎，小心手别磨。粘着它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？要。那盐子冻白了。冻白了哈。 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缓吗？缓。它眼珠变黑了就行了，眼珠身上白的。哦。嗯。能还原到黑的。对，能还原到黑。来。我去。哈哈。嗯。没。来。 变黑了，这兄弟，哎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嗯，你看，慢慢开始变。嗯，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哈，行了，嗯，咱们冒泡了。三十四小时，是吧？太老爷，该回去了，回去了，你看，活了，你看，这个要冷冻时间长都不能活了。 你要保存，你要用户的100多度保存那就行。100多度，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，你看那个动那个什么脐带血、精液，这个动那么40%，就是完了。遗传基因都是用的一阶的，对啊，仅此。这个就是个原理。啊。行吧。很神奇，你看，你看哈。好好好。上次那个鱼有点受伤，拧不掉。哈哈哈。 上次效果没这好，对对，这个很明显，它越大的效果越好。嗯，我里的。我们洞里鱼，洞，泥鳅，都做过实验。嗯。